由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中心、新疆大剧院、丝绸之路大马场、中大美食城、旅游服务酒店群、丝绸之路旅游集散中心、旅游服务中心、1001夜娱乐公园、西域工业城、亚欧风情街、中亚古玩城、汉穴宝马场、篝火广场、中亚旅游文化企业使馆、新疆老街影视基地、丝绸之路艺术馆、博物馆街区，15种业态组成，是西域集团经历180亿打造的集文化、旅游、观光为一体的最具有西域人文与建筑特色的丝路文旅第一城。丝绸之路大马场位于新疆大剧院北100米，总建筑面积约49万平方米。2017年8月首期投入运营。丝绸之路大马场有16条步行街区，32个巴掌。